家介绍哪里啊，就是哪里吃。他、啊、刚吃的时候哈、哦，就有效，啊，吃一吃差不多一个礼拜哦，又没效了。啊，没效了啊，那时候就是很紧张，啊，就是又吃别的，人家又介绍又介绍，一直介绍，啊，一直吃啊呢，吃到呢啊，妈呢，很烦呐、啊。早上起来，一三五就是去洗肾。246就是去场逛逛，到水会坐一坐，那回来就吃饭，睡个午觉啊，起来就按摩，就是等到晚上吃饱饭就打一下。玩到老公说好了好了，你已经打了两个钟头了，玩下去就不就那个时间就忘了，一直玩一直玩的。好啊好啊，好久的，嗯，没吹有没菜鸡啊，嗯。他那么爱玩这个，很像小孩子。也不是说是消磨时间啦、欸，因为是只有是两个人啊，他的兴趣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不能就是唱歌了，卡拉 OK 啊，卡拉 OK 还算。喜欢唱歌啦。哎、啊，你晚上好，我晚阿罗才出来的。上班哈、哦，都我在了，我在用啊。那现在他年纪有了，他退休了，他都全部都他做的，洗衣服啦，啊，洗棉被也都是啊，我只有厨房是我的事情呐、啊，其他都是他的。家庭如果没有 家人跟你配合，给你鼓励安慰，自己就想不开，这得了这种病啊，他一定会胡思乱想啊，他、啊、乱想就会这样的。那李大哥就是给我那个没有什么压力，那我就每天好像像个小孩子，安尼欢欢喜喜安尼过一天安尼。我煮食吼，我都有人一点安尼归顺我，所以才会听话。对啊，我会闭关。阿妈婆甲咱做伙吼，甲咱知影情就好啦。啊，你伊若你发脾气，我爱发脾气话，我会吵，我会笑。等到再脾气回来的时候，我话就哦，跟他吵仔，吵一吵。啊，伊用做，伊心情好，我咧甲吵，伊拢出转去啊。姐夫，嘿嘿嘿，对吧？喂，你要不要啊？你真干，哈哈哈哈哈，从那边啊走过来，对吧？另外讲外寸嘛，他是不加钱。伊的状况跟因普通许胜的状况不同款，伊这是常战的，所以肉类不能吃。啊，伊那是正常的那个许胜者，可无吧？爱吃，这尽量爱吃。伊个血小少较会悬，啊，营养较会好。有做老早，地主干宝贵，来甲伊请安咯。我做保庇我地主干宝贵李三郎阿母身体健康，是是是。啊，今仔是星期一，啊，我伫咱这栋的三楼洗药剂，望有做庇佑给我洗药剂时平安顺遂。卖救卡金啊，会啊，找八一姨啊，谢谢。安尼就好啊。这种代志会当救啊？啊？连这种代志会当救就对啊。嘿，啊都罔讲啦，人讲有烧香、有保庇，啊有食有惊去，啊都罔拜啊罔拜。嗯，你上楼走。习惯啦，自细就熟悉个单。几年啊？你写几年啊？七八年啊。我嘛拢无咧讲问，啊都来打招呼啊，唔知影人写几年啊。啊来遮拢会讲啥？啊都
就讲即马若初学了后，就问讲，啊你血色素偌济，啊你营养分偌济，啊较讲偌济安尼，看这学生有几岁，八十外了，还佫足勇的哦，拢洗手机拢家己来，家己翘倒来，我翘倒来倒，啊阮拢固定的，嘿，拢固定，一三五我的，啊二四六别人。啊！伊即马等下七点二十分入来吼，啊！伊就先开电视啦，吼，啊，熬煮啦，吼，啊，去我手厝诶，有一个小枕头，伊就去摕小枕头来给我，啊，我起来就小嘴就甲我打针啦，啊，出来拢阿伯代志。退休啊！伊若无来吼，有一摆无来，我安尼心脏闭不掉，紧张。拢爱传爱写，不习惯。啊，就讲人装便便啊，啊没有压力啊，一进来就床上就爬，就躺下去躺下。都是我在做啊，杂事都我在做。都信。增加的他的那个喜胜的品质那如何哈？会家里会行会叮当安尼哈？来到免遐迄落，抓到破了，很痛呢。你看呢，我有幸福。足幸福，我嘛觉得我很幸福。你嫁得好。啊，讲人，大家嘛讲啊，你就是嫁个好老公啊。我说对啊，我挑了二十多年，当然要挑好的啊。罐不可能，你的静脉很好，你的静脉很好正常，不可能是黑的。啊，这两天还好啊。啊，都袂歹啊，我买咧厝嘛，拢有红外线的。红外线较烘哦。嘿。我会听着哦，看袂使爱去通嘛哦。好。吃到到了，那个原来的。真的停了吼，要去通了哦。啊。好了。一般说枪支军人的第二生命，这个洗肾病人的第二生命就是这个瘘管。瘘管一般分自体跟人工，人工的一般就像刚大哥讲，三到五年有可能就会阻塞了，所以阻塞要去把它打通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刚好碰到了，就等一下要去处理一下，做这个血栓清除术了。我这哦，足久都安尼，那去开刀回来哈，都会很强，啊，就是一阵子哈，啊，就敢那较弱啊。啊，我这会使敢那讲，前头两三个月吼，遐小姐就一个听过一个啊，那遐细声那拢无听声。已经九十八年九月份通啊，即摆啊，九十八年九月通啊，即摆。十个月安尼，你只有较狭窄啦。哦。嘿，这是住狭窄，狭窄。啊，另外一点就是只狭窄啦。
较早你这个费劲遮，要开的时阵吼，这较早开的工就伫遮吼，就咱今日公安遮开的。给我那公安的。嘿，啊，这边顺吼，把这个费角揪揪出来吼。嗯。人工血管的话，大概平均大概使用2年到4年了。哦哦。那这个的话，就以后就常会发生这个栓塞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打针的时候打久了，这个打针的位置会狭窄。它里面可能就会长一些假性内膜，然后变得比较厚，那我们洗肾的时候会压迫止血，那可能压太用力了，这个血液流不过去，它就造成它栓塞。我们就把这个动静脉瘘管哈，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把它切开来，把那个血块把它清掉，用那个气球啊导管把它清除，狭窄的地方再给它做扩张。我个心脏个无够力的人，紧张哦。嗯，啊，早起个无食。我唔食，我叫你爱食。啊，都未食未落，要安怎食？忙补。哎呦，讲阿人忙补，提高相当来补，卖没有好彩。好，遐个遐准话呢，我叫。大乐透了，哦，大乐透啊！六合彩是香港的，没啦，对统一发票的话，200万的话，你的头壳对壳平，唔好遐侪钱，遐侪钱烦恼。来，咱彩礼办哈，来，捡宝贵武士哈，来，咱今仔日大家吼爱换衫吼，衫甲鞋爱换好。逃避洗肾是我不愿意接受，因为我听人家说洗肾很臭啊，然后会变不漂亮啊，然后我就不接受。那是前年的时候，我在考虑他会嫌我肮脏，他会嫌我老，嫌我臭，这样子就不接受。对，我都吃，我都少量。啊，家人会管你啊？会。该怎么管你？嗯，叫我少吃咸的，然后不该吃东西不要吃，这样。你怎么会有时候会忍不住吗？不会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在我看来啊，他心情比较不敢面对，怕失去一切，怕我们两个的未来会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他有这样的恐惧，其实这样的一个女人的心态来看的话是必然的啦。我这个做丈夫的哈，全权的来为着老婆的，尽量给她有一个快乐的心。等一下。等一下嘛，婆婆找地方放嘛，来。用嘴巴，年纪大了。母亲节快乐！祝爸爸帮忙吃啊！
好，谢谢。一直没。最像我母亲节快乐！这个是第几？第三个。口罩拿起来。哎呀，我感冒哎。母亲节快乐。这个不太行。爸爸，小爸爸。老公快乐。这个也蛮像，这是第几？这个第六个。第六个。最小。最小的儿子。哇，说的也是。现在要消毒，消毒洗身的地方。会不舒服吗？不会，一点都不，一点都没感觉。以前他们就是用血液透析，我还会说洗肾是一定要做那种，一定要那种动作，我就会怕，我不敢接受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个腹膜透析，这个我把这个腹膜透析当作是我一生的功课了。有啊，怎样？设备。来，古秋菊哈，最近食欲好吗？你没有看我胖了。可是你的营养掉下来耶。是哦。对啊，你看起来你的白蛋白下降蛮多的，我们正常要在4.0以上比较好了，掉到3.6了。饭菜肉要多吃一点哦。哦，看起来营养不太够。菜跟肉哦。饭菜肉都要吃，都要多吃一点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吃了。好，第一个，请问我们从上个月啊6月1号到今天。有一个月咯，因为每一个月都要回诊嘛，哈，你这中间有没有不舒服？没有，没有不舒服，那我很高兴，我很喜欢，那没有问题，很好，我喜欢，好 ，good， 我检查你的家庭作业，啊，这个是第一个，还是麻烦你尽量天天要量血压，确实你这个功课没有做得很好，啊。有的时候有叫做翘课，偷懒一点点，还是要稍微注意哦，哈。所以肾脏病是要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如果已经晚了，那也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控制它，不要让它恶化的太快，啊。如果说你控制它，它还是恶化，也没有关系，洗肾也是一个人生的一条路。因为人的身体只有肾脏坏掉才可以洗，如果是你的心脏、你的肝脏、你的脑、你的肺脏坏掉了不能洗，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你肾脏坏掉还可以洗肾，还可以继续的活下去。整个台湾人大家普遍都是吃的口味太重了，吃的太咸了，所以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盐多必失，不是讲话太多的盐，而是盐巴的盐，瘦的，不要吃的太咸，啊，盐吃的太多，你身体必然会失掉一些健康，所以不要吃太咸，这个是我个人呼吁的。今天要去哪里？去唱卡拉 OK。常常去吗？嗯。常常去吗？嗯，偶尔，心情好就去。唱什么？唱国台语、日语啊，都唱啊。
你都陪他来了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他当当他的那个什么，陪伴的。他的陪伴哦，太多太多了啦。去看病，他一直陪着我；住院是陪着我，在家里呢，我碰到这样子不舒服的时候，都不让我做家事，都是他陪着我这样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不行，真的我可能会放弃。自从开始洗肾的时候，我也有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多照顾他，多让他，他想要什么就陪他就对了，都不会跟他讲什么。他没有一直顾的，我很感谢他，还好上主也这么给我一位好的先生，嗯。所以我心里就比较不怕，很安全这样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吴太太，也谢谢你啊，对吴厂长的一个照顾啊，很好，这是应该的，是应该的哈啊。不过这个是百年还是千年才修得夫妻的共枕眠哦哈。好，你两个没有家人陪伴，你应该好孤单老人，真没。因为我是觉得说，不要几天哦，你就干嘛讲啊？算了啦，我免洗就好啊。我都讲，我那除了身体不好，其他都可以，都 OK， 都通通可以接受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下半辈子，可能我是不是说安尼很野心很大的人？我干嘛讲我？嫁给这种人，我就可以满足了。所以我是跟外公，我下辈子还是嫁给他。拜拜，谢谢。我今天没有他，我早就回家了。回老天老家了。伊嘛在讲，我若先走，伊就挡无住啊。啊我啊伊若先走来讲，啊我嘛讲卖话有迄落安尼。没有啊，我命很好，一定我先走，他不会。他命苦，一定要照顾我。我小时候很羡慕，有一对老夫妻哦，两个人每天早上都出去运动，啊，也是牵着手两个人出去。在我心里想，哎呦，我长大时候会不会跟老婆这样牵着手，有这样的晚年？我要依靠的是他一个，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个完全人。是一个好丈夫，牵着手啦，度过最后一层的路程的。耶！太好了，太好
觉得生活大概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只是说差别在说现在，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还蛮寂寞，想要成家。因为以前我爸在的时候，真的没有那种感觉，回家就是家里还有家人在。那现在那种回家只有一个人的感觉，真的不太好。所以我会有觉得想要成家的感觉。那就说啊，我也很喜欢拍，那我就帮你拍这样。所以刚开始就约出去玩，然后他也就觉得说拍起来觉得还不错。后来就慢慢的。20多年前，就是感冒，啊，就是向那着食一寡遐个感冒药安尼，后壁食食了煞去来着药剂，啊，才起身。大家若破病吼，啊，不管啥物病，都爱去找医生较好，唔好食听人讲偏方的药啊，哎，愈食愈死。糖尿病的病人呢、啊，主要是要跟医生配合治疗，那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血糖跟控制自己的血压。其实配合医生的治疗之后，我想，其实并发肾脏病的几率其实是不高的。伊，我安尼洗只久啊吼，洗差不多做将近十年啊吼，啊我感觉讲吼，洗药剂吼，甲咱甲普通人应该是同款的生活建立起啦吼，洗药剂。不是说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肾脏不好的人，既然要去接受它的话，就赶快去接受它，去面对它。然后其实洗了之后是非常的好，对我们是非常的帮助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我所想象的那种臭味道了干什么的。反正我先生会跟我照顾得很好，这样他很高兴。